Ricordiamo a tutti i tifosi di usare gli appositi cestini per la raccolta differenziata. Grazie.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直播，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共同观看这场比赛。正如各位所见，体育场里热闹非凡，无论您是哪一边的死忠球迷，无疑都会见证一场精彩纷呈的比赛。看台上喧嚣异常，各式衣着和旗帜织成了一片五颜六色的海洋。即使是最冷静的球迷，也会被这个景象所触动啊，变得激情四射。 裁判吹哨，比赛开始，试图快速发动进攻。塔福读懂了对手的想法，成功抢断。后卫往往都不怎么引人注目，但是也许这个来自那不勒斯的小个子巨星是一个例外。没错，他就是荣誉满身的法比奥·卡纳瓦罗，被称为柏林墙。 2006年世界杯，当时32岁的卡纳瓦罗让更年轻的各路对手一筹莫展。记得意大利在进入决赛之前只丢了一个球。没错，他在决赛中发挥的同样出色，让阵容出色的法国队没能笑到最后，饮恨而归。伊杰卡尔德，裁判的哨响了，估计吹的是越位。 这次进攻机会啊，其实是很好的，不过没能制造威胁。特伦特·安诺德、马丁·厄德高、古伊里，这个传球不够理想。罗纳尔迪尼奥，这是一次关键的断球，球回到门将脚下。 门将大脚开到前场，安德德，安德烈皮尔洛，德巴斯滕将球转移到了边路，封堵的不错，不过也送了个角球给对方。 展示了华丽的技巧，伊杰卡尔德，这个传球我火呆呀，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塔卡，往前传，能进球吗？这球进了，这球太酷了，打的位置非常专业，有时不攻响反而会有好结果，这个球就是例子。 部位打得很正，门将无计可施。比赛的第一个进球终于出现了，他这样的表现确实很吸引眼球。即使他在比赛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围游走，但他总能寻得破门良机，这就是进攻的意识。伊杰卡尔德，球来到了左侧。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没能把握住，非常可惜。据孔子的《论语》记载，烂的传球不如不传。本来选择很多的，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不应该啊。
这是要传给空气吗？凯尔埃尔南德斯，罗纳尔迪尼奥，凯尔埃尔南德斯，好机会，把脚弄上，已经疲于应付，绝佳的技巧，太容易了，差距就快大的追不上了。大卫德赫亚第一下做得很好，第二下补射他也没办法了。门将总会犯错，看过这个表现，我觉得这话真对。AC 米兰已经两球领先，对他们而言比赛将变得轻松很多。他们目前已经牢牢地掌控了局面，而对方的防线将承受进一步的考验。这是个快攻的机会，皮尔洛，安德烈皮尔洛冲向防线，但是未能突破。我认为他不是自私，而是没有选择。阿诺德，球转移到了右侧，球传进去，球被破坏出了危险区域。伊杰卡尔德，将球转移到了侧翼，再传回中路，这下抢断很漂亮，然而最后又是一脚本应该可以的传球，队友之间在沟通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明显没有想到一起去。将球转移到另一边，内马尔，特伦特阿诺德，防守就得这样快准狠啊！快攻的好机会，几次精彩的互传把球带到了前场，漂亮，他的预判非常准确。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进攻再次被轻松化解。马丁厄德高，这将是上半场最后一个动作了。Signore e signori, chiunque abbia parcheggiato l'auto sulla strada all'esterno dello stadio è pregato di rimuoverlo。好的，比赛进入到下半时，约迪阿尔巴。布斯克茨，阿诺德，漂亮的拦截，危险解除了，防线脑洞大开，哦不对，漏洞大开，球现在无人控制，争夺还在继续，尝试打一脚，他们太快了，领先三球了，比赛结果已经分晓。中场拿到球只是开始，他们凭借手术刀般的传球和冷静射门抓住了这次机会，打入三球而一球未丢，真是摧枯拉朽一般。德克兰赖斯，本泽马，马丁厄德高分到右侧，内马尔，这下很精彩，特奥埃尔南德斯及时出现断下皮球，一次令人激赏的过招，哼，马丁厄德高，布斯克茨，他们很快拿回了球权，很漂亮的几次倒脚，前面有队友在跑位，球打进了。卡里姆本泽马一直在等待时机，他表现得很有耐心，也非常有经验，没有落入越位陷阱，踢得非常聪明。这会是他们绝地反击的开始吗？内马尔，库尔图瓦过得漂亮。Sostituzione per il Milan. Numero 10. Ma di cosa va? 11. Lasciano il campo per. 这是一个边线球. Il numero 30. Messi. Il numero 17. 再次尝试传中. Fabio Cannavaro 尝试将球破坏掉. Kaká 正在带球前进. L'affluenza di quest'oggi. 一记长传. Di 80.607 spettatori.
马丁厄德高，一脚高空球传进去，路线有问题。他们在前场的拼抢给了对手很大的压力。本泽马令人难以置信的扑救，卡里姆本泽马的处理其实并没有任何问题，是门将太神勇。德克兰赖斯突破了越位陷阱，这个球员很聪明，漂亮的传中，漂亮用手将球击出。这是一次激烈的身体对抗，不得不说这是很典型的铲抢，将对手当场扼杀。二八现在无人持球，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转移到无人地带，约迪二八越位举旗了。罗纳德阿劳霍，内马尔，特伦特阿诺德，好像他又越位了，对对对，又越位了。卡里姆本泽马展现了娴熟的带球技术，很好的保卫，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阿宾古伊利处在空旷的地带准备接球，飞身跃起，他得分了，差距又追回到一球，他们又看到了希望。传得太好了，投球就很简单了，这球顶得很扎实，能够将球顶到想要的位置，要论空中能力他可是当仁不让。Sostituzione per il Milan. Numero 21. AC 米兰进行了最后一次换人。Numero 19.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进球能改变比赛，之前的进球就完全改变了这场比赛的局面。他们正在猛烈的反击。卡卡，梅西，大脚，成功了！他们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进球。一球取胜的单刀球，他又一次战胜了门将。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教科舒适的单刀破门。AC 米兰再入一球之后，优势就非常明显了。现在球又回到了他们的脚下，连续的脚下配合，王牌对王牌，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脚下动作很快，成功断下皮球，可惜了，这个球传得不准。西多夫，卡卡接到传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他的防守密不透风，有机会打反击。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本泽马很灵动的跑位，场上需要更多这样的球员。防线很稳固，没有给对手机会。尝试把球破坏掉。那选择空门，有了。所剩时间不多，技惊四座的进球。球门打开，这种情况不射简直对不起自己啊！他的跑位值得称赞，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成功破门，但同时也要感谢对方糟糕的防守。我们正在见证一场经典的比赛。拉斐尔，梅西，
漂亮的断球，否则形势相当危急。补时五分钟，法比奥卡纳瓦罗回传给门将，门将大脚长传，姆巴佩、西多夫、拉斐尔莱昂，对方负责制造问题，而他负责解决问题。莱昂内尔梅西，比赛结束。AC 米兰仅以一球之差赢得了比赛，双方的表现难分高下，也许平局的话呀会更合理一些，不过这就是比赛嘛，他们取得了一场险胜。那么蔡慧强，你如何看待今天？